教化众生啊，教化众生一定要晓得现在众生生的是些什么病，我们要怎样去对治它。现在众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那我们的教法就知道了，要提倡忠孝，要讲仁义，别人对我不义，我对他要义，他对我不仁，我对他要仁，这教化众生嘛。他不知道恩德，我们知恩报恩，他不懂得孝顺父母，我们孝顺父母，他不懂得尊师重道，我们懂得尊师重道，做给社会大众看，这表演人生如戏啊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当演员，演给大家看，说给大家听，这就叫做普度众生。